怎么了？医生怎么说嘞？宝贝啊，医生说没得啥子，只是这几天没睡好而已。妈妈，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宝贝啊，以后你要学到洗衣服、煮饭，当你家务，自己照顾自己。妈妈不能给你做太多了。是啊，妈妈，我会学着自己做嘞。好，婷婷，我们回家，趁你放假，妈妈时不时的教你做。是啊，妈妈，我们回家。婷婷，老婆，你们回来了，咋个样了？医生是啥子情况啊？没得哪样事嘞，老公。妈妈，那我去做作业了。好，宝贝，你去嘛，晚上妈妈教你煮饭。老婆，你今天看你眼神，咋个么子不对劲啊？到底怎么回事了？我，你不要吓我啊！快说。这些话你不要跟我们的女儿说，我不想看到她伤心，我想看她快快乐乐的成长，我想在剩下的时间里把她教好，尽完我当母亲的责任，把最后的时光啊留给姑娘。老婆，老婆，不要哭，这就是我的命吧，我不想让你哭，我要你陪我过完我剩下的日子。我可怜的老婆。